江湖中最快的剑，是你们项羽的剑。李相夷不是天下第一吗？天下第一怎么会死？方头兵，是你？我师父就是响当当的李相夷。你就是神医李莲花？不是。哟，李神医，你回来了。哈哈哈！哎，非要破三个案子才肯收我为请的，我看啊。 我现在给你个机会，凶手是谁？我师父也失踪了，更何况现在嫡妃战大魔都还没死，鼎鼎生武功高强，杀人如麻，人人得以诛之，却不敢得罪的超级大魔头。十年了，这游戏该换个玩法了。 已经过了十年的相养日子，该结束了。